看自己，不看别人，单单看主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相信你必定帮助我们的妹族，就成为像以利沙一般的时代的器皿，成为哦主啊邻家还有郑家许许多多人能够得着救恩，能够得着福音的一个荣耀的器皿。福音是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，福音是赦免一切认罪的人。我们谢谢主，因着妹族也因着你的恩典，林松弟兄他已经在主面前承认自己的有限软弱，也承认自己的有罪跟过错，也有自己的真心来知罪认罪悔改，要得主的赦免，要得着上帝的医治。谢谢主医治了他的肉体，洁净了他的头脑，让他的主啊头脑从今天开始没有任何的昏头昏脑，乃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真正觉得说他有新的头脑，有新的思想，有新的看见，有新的价值观，有新的金钱观，有新的婚姻观，知道怎么样的靠主恩典做一个更有模范的父亲，更爱妻子的丈夫，更讨上帝喜悦的孩子，更能够靠主得胜，如同在吉甲一样，能胜过肉体，胜过情欲，也如同在伯特利一样，是让神能够得着敬拜，让神有地方可以居住，而不是让埃及、让世界在那里霸占。乃是在耶利哥一样的完全战胜黑暗的鬼魔的权势。主啊，也求你帮助他，能够像过约旦河一样的从死里复活。主啊，我们求你帮助他，愿意渴慕圣经，愿意打开圣经。孩子，求你当林松打开圣经的时候，孩子，求你同样的打开林松弟兄的眼睛，让他的属灵眼睛打开，就能够看见神话语的宝贝，让他把神的话语当作食物吃了，就让他的灵魂刚强壮胆，大有能力胜过一切的仇敌，使自己能够走在神的光明当中，越活越有盼望，越活越有喜乐，越活越知道主你是爱他到底的神，所以我们也要爱主到底。如此祷告祝福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，阿们。阿们。